湾英雄加油。哦，你都喊台湾英雄加油。嗨，中华民国跟台湾都一样，台湾队加油。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喊台湾队加油。是喊台湾队加油，台湾就是台湾啊，我们台湾的选手就想要以台湾的名字出赛。台湾队加油，因为这一次是在我们台湾举办的嘛，当然是要台湾队加油啦。心里面是喊台湾队加油，中共的打压。好，那就是一种霸凌，体育的霸凌，所以我觉得我很遗憾，所以我今天拿这个标语，就是Let Taiwan be Taiwan， 就是我们就是台湾人，台湾队，因为我们在台湾呢、啊，我们又没有什么对中华怪怪的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们被欺负嘛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欺负吧，就是喊加油，就是没有分什么队。我觉得运动应该就是不要涉及不要太复杂的议题。台湾，因为呢，台湾才是台湾。台湾队加油！台湾队加油！台湾，台湾，台湾。台湾